回来了。吃饭了吗？还没呢，等我一天了。那行，我去把饭给你预热一下。哎，对，那个妈呢？妈刚刚吃完饭就休息了。去休息了，那行吧，那让她休息吧，那就不去打扰她了。行，那你别去打扰她了。放心吧，这个家有我呢，妈和这个家我肯定都会给你照顾得很好的。辛苦你了啊。没事儿，没关系的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嘛。不过你说也是，自从我当上董事长以后，每天陪你和妈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心里还挺过意不去。没关系，别想那么多，咱都是一家人，别说两家话。那以后家里你多费点心。行，那我去把饭给你热一下。都几点？这死老太婆怎么还没起来？小可儿妈来了。这你儿子都去上班去了，你才起来，真把自己当家里人啊？没有，谁让你坐那儿啊？站那儿！等会儿把这个房间给我打扫一下，听见了没有？哎，好了，妈一会儿就去扫啊，小可儿。哎，行。还有，你跪在地上，用抹布把这地给我擦干净了。那好，那妈去拿一块抹布去啊。真是的，让你住家里已经不错了。这不是说了吗？让你跪在地上擦，你是听不懂人话还是怎么样？这不是小可，我妈这腿疼。什么腿疼？我看你是欠打吧，还不赶紧的。行，我跪。死老太婆，赶紧给我跪！我看哎你呀，就是欠打，我这不是跪下了吗？还敢跟我顶嘴，我看你就是欠收拾。今天我就要好好收拾哎收呀，拾你不你。要打小可儿，小可儿你不要打我。你叫我妈妈，让你给我顶嘴，还敢跟我顶。小迪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儿子，你可回来了。我不在家，你就非要对我妈。你这是干什么啊？小迪不是的，你听我解释，那个妈我，你什么你啊？儿子，你是不知道，你每天你走了之后，他每天都在打我。好了，你也不要再说了，我也不打你，你就等着接受法律的制裁吧。别呀，小迪，我不想我的下半辈子在牢里度过。滚，等着法院判决。